观众朋友，欢迎回到娱乐漫谈。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，他是 Long on Time 的负责人 Andrew B。Andrew 你好。周乐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联储局终于对，攻一拔开，射出了第一箭，就是加息0.25。对，对。现在甚至有人说，鲍威尔在上个周末突然又变得鹰派起来了。现在有很多分析师说，maybe5月、6月份的 FOMC meeting 它会一次加0.5%，听起来蛮可怕啊。对，对，这也是最近这个我们看这个美国公债市场被推得很高嘛，对，10年公债收益率已经上涨到这个近3年的一个最高点。呀，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联储局这个鹰派态的度，态度。那我想它其实也有原因嘛，第一个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嘛。油价，油价高涨啊，然后食品，对，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最近美国工作市场还是相当不错，像这个上个月，不仅这个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大幅减少，同时这个新增的工作机会也是这个超过了市场预期，所以这样情况下，这个联储局它才有这个底气敢说这个加加息。息，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鲍威尔的态度啊，他变得也很快，对，从以前的超鸽，然后变鹰，然后一就是自从一 announce 他可以连任以后，变得很鹰派，后来又软了一点，现在俄乌的战争一开始，他又变鹰派起来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表明说，实际上联储局也并没有什么crystal ball 可以预测这个市场啊，可以预防这个一些这个状况发生。其实它就是跟着市场走。对。现在市场通胀很高，它就是采取这个相应的办法，这个抑制通胀。那像这个2018年，它联储局也是加息了4次，那么加到第四次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看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放缓了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记得，当时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开始有所下跌。是，对，所以很这样，敏感的。对对，这种情况下呢，联储局马上就开始这个回调政策，在2019年又开始减息，他因为这有样。子弹了嘛，对他对可以对，减4次。对，所以我想这个未来我们看这个利息的变化呢，其实也是看这个经济会怎么样发展。哎，Data-driven，对，如果通胀开始缓和，那么经济维持一定的这个增长速度，那么联储局不见得就一定要真的继续加息下去，这样。所以您的感觉还是说，完全是要看那个时候的利多利空对来对，决定美国自己的利息要怎么做，对，没只有是错，他现在必须要呀，这么要做。对对表明这对，个态虽然度这一次的通货呀，膨胀并不完全是要靠增加利息来 counter 它的这个影响，还是supply chain 的问题比较大，但是总是走一步看一步。对，没有但错，是现在的 refi 的人的确是比较少，现在有需要用钱的人就是用 cash out，他一定要把这个钱拿去再转投资。那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对于房地产的市场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呢？如果大家去仔细想，其实通常情况下，有的时候高利息，地产市场多少会受些影响。但是我们看这个2月份的这个全美的这个房地产报告出来，可以说影响真的很小。第一个，虽然这个全美在2月份的这个销售数目有所下跌，但实际上这个全美平均中间价位比去年同期相比还是上涨了15%。哇，所二位以，数字的对，上我们看涨。2月份的利息，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的一个最高点，但是整个房价来讲，并没有受太多影响。那我们回顾历史，过去这个20年啊，这个美国经济衰退也经历了几次，其中我想只有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，房价才有回调。那么之后几次这个经济衰退，房价基本上是可以说不降反升啊。那您可以这么认为，不动产的投资永远是最好的标的物吗？我觉得是至少比较安全。那么我看2008年金融危与其他经济危机最主要区别，也就是这个银行系统和这工作市场。那么我，工作市哎，场，对，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变化，工作市场稳定增长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湾区的这个房价也很难真的下降。好，那现在就请 Andrew 来介绍给我们，在众多的这个program 中间有哪一些 program 在上涨的利息的环境之中还是可取，还是很 friendly 的？
对，实际上这个现在来讲，从这个 home buyer 来讲，确实是非常难啊，因为这个现在利息高，房价高，inventory 又少，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多大选择，唯一可以选择就是这个选择合适的 program，loan 的ARM 的 program。吗？对，现在来看，你基本上就选择最低的嘛，因为本身来讲，可以感觉到现在利息是到一个高点，那么之后，至少50%以上几率利息会再回调。所以你现在就没必要考虑说做30年固定的 program，对，而是尽量太选对择比了，较短期，这个利息相对比较低的或者 program。是 interest only 的，有没有这种现在来 program？讲这个还非常的少。对，好，那现在 stated income 对于自雇人士的，现在又要马上就要报税了嘛，对，这个方面利息会不会更高一些呢？高是得的。明显吗？还是蛮多的。现在来讲，这个像去年这个 state income 可以做到3点多、4点多，那么现在基本上到5点多、6点多的样子哎呀，哦，对，它是跟着涨的嘛，果然是水涨船高对，没有错，那所以现在借 line of credit，它是 margin 再加上 prime 的话，这个也会上升了对，这个联储一加息，首先涨的就是 home equity 的 loan 的这个利息那对于短期的利息，比如说像汽车贷款啦等等，都会其他增的长。贷款也是也相会应增的长，上涨。对，唯一的就是以前来讲，这个联储局加息唯一可能降就是长期利息，但是现在正是一个高点，可能我们要等长期利息下降，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接着还有访谈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